即係由一開頭頭幾日拘緊啲嘅，去到後尾到依直情係話都唔使咁嘅。可能可以收翻少少先啊，啲人啦呢個。嗱，睇頭，睇頭，睇頭啊！嗱，我提咗你睇頭啊！我就為我嘅角色加咗好多我由細到大都中意嘅電影嘅嘢，因為我由其實由細到大都睇好多周星馳先生嘅導演嘅電影嘅。咁關乎呢套係一套喜劇啦，咁所以我有陣時好多啲對白可能就會係一啲屬於佢電影嘅經典對白，又會扮喺入邊啲人啊咁樣。做咩啊你？咪話琴日想劍道班咯。啲人咁狼死嘅咩？唔止狼死啊，直頭癲啊！咁我有個綽號叫周星馳詞典。佢有好多喺劇情上，可能好多角色上，佢會拋多 idea 出嚟 ，which 嗰啲係好笑嘅，同埋佢成日都扮鬼扮馬啊。係你哋話似 Mr. Bean 就冇特登扮。因為我哋想 acting class， 咁跟住有啲 exercise， 跟住佢就喺出面做嘅時候就好似 Mr. Bean 咁。Himi 咧就係同埋 Ian 咧，其實俾我第一個感覺咧都係好正常，覺得男仔和女仔嗰個分別咧，即係佢哋好酷啊！即係同埋 Ian 又係偶像，咁佢又係一個演好多經驗嘅演員啦。即係相比我之下，咁但係好好地有嗰啲 workshop 啊，有一啲練習啦，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好快就打破咗嗰個隔膜，然後三個就玩埋一堆咁樣。因為呢套劇關乎我哋三個之間嘅相處，其實佔好大部分，咁所以要好有默契啊，或者知道大家係我會點樣。怎樣做或者大家怎樣夾出來會大家都覺得我好像 OK 樣、而我覺得事前這些準備功夫即除了是幫我們更加熟悉的劇本之外，我覺得更加大的得著是真的大家熟了又默契了。這人不是真的那麼酷，即他也是一個很善良也很好的一個暖男，大家在一個這麼長時間拍攝的環境底下都會有緊張，也會有大壓力或者攰嘅時候，咁有時大家都會幫大家分擔啊，或者放鬆。喂，做咩啊？你畫花曬個招牌，無限斜棟有限公司。嗱，而家個 terms 咧叫斜棟青年啊嘛，即係啲好似我咁嘅青年，咩都做嘅，咁一世人淨係做一件事，你唔覺得好浪費嘅咩？因為我份人都好中意，即係好似啊，做好多唔同範疇嘅嘢啊，即係。會好即係好似就係好似 slash 咁樣，即係做多啲嘢，然後從中攞啲成功感。即係譬如可能有唱歌啦，唱完歌之後，我可能又會做舞台劇，跟住可能會拍下劇咁樣演戲咁樣。咁跟住又可能會關有啲唔關演藝事嘅，可能自己有自己嘅做衫嘅品牌啊。嚟緊我亦都會開即係一啲，其實我嚟緊亦都會開一間 gym 啊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經歷可能同依人嘅角色啊，張樂恆。個經歷似啲嘢就即係我嗰年代就叫 freelancer 啦，咁嗰陣就真係咩都做，即係去 support 做演員呢個夢想，就可能 sales 啊，或者可能做幕後啊、剪接啊，跟住做一啲格啊、做廚啊，咩都好多都試過。咁我覺得嗰啲經歷都係有豐富到我嘅人生嘅閲歷嘅，即係有豐富到我演戲嘅。其實跟陳嘉熙好像的在套劇中，因為陳嘉熙都是誤打誤撞去接觸到一個即一生人都沒想過會做的事，就是一個 slash 一個偵探這樣，而我也是誤打誤撞這樣無緣無故就入了叫幕前 model 這一行。有些人可能覺得 model 就是擺 pose 啦，或者很高啦，不知道懂不懂做戲啊，或者可能 mix 地懂不懂做戲啊，或者想改變一種大家既定覺得幕前要見到的人的嘢，即係距離感，有啲距離感嘅。咁可能大家就會覺得，哦，好似做一個演員，好似
或者做一個 artist 會好似冇咁距離感，冇咁大嗰啲。畢竟而家大家可能中意嘅 artist 都係可能親民啲啊，即係同大家嘅關係 close 啲嘅。咁可能 Amy 就會覺得哦，咁因為我同 Amy 都會見到佢，第一就會覺得哇，好難高攀啊，或者即係距離感會大啲嘅咁樣。最主要都係嗰、那個好善良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內心嘅，係對身邊嘅人都好好嘅。咁我哋即係初初其實同佢，即係我哋慢慢即係朋友開始熟嘅時候，都發覺啊，如果同佢一齊做嘢都好開心，因為佢都可以令到身邊嘅人都好開心啊！即係佢好識關心人哋啊，咁即係成日都會喺人哋角度咁諗，即係為人著想。由唔識到識為止，即係朋友啦，咁就覺得已經好夾咯，大家嘅相處，同埋都好多好好笑嘅位啦。尤其我哋三個一齊喺度做嗰啲叫咩即興表演嗰啲時候，已經見到好真摯嘅一面嘅。其實都冇咩包袱可言，咁就好快就覺得啊，性格好好啊咁。然後再加上工作，我覺得工作日對夜對係好，即係好真實嘅見到嘅對方。咁所以就覺得好透明。都唔見到對方好咯，係啊係啊，咁就覺得我都會中意咗 Ian， 我都會中意咗 Amy， 即係佢哋，我都會見到佢哋大家嘅好咯，係真係好容易。